是哈尔滨市冬季运动项目训练中心的张丹和张浩，同样也是一套全新的短节目。赛季开始，我们看到张丹张浩改变了自己的表演风格，这是一套抒情优美的短节目，和他们以往的表演风格呢有所区别。那么在国际赛场上，作为目前世界最优秀的一线的双人滑选手，尽可能更多的向裁判展示出自己多元化的表演风格，尤其是在竞争激烈的比赛当中，获胜的几率会更大一些。自己的艺术表演力，技术水平分38.20分，节目内容分29.66分，该队选手总分67.86分。张丹张浩短节目成绩67.86，该队选手现排名第一位，在目前。